Bonjour, comment ça va? 这次呢，我想要告诉你们怎么用法语呢？怎么用法语打牌？所以我们不要浪费时间，我们 perd pas de temps et on y va。对了，如果你们想要说法语说得正常一点，欢迎来我的网站学法语啊。总之这一集呢，想要教你们怎么用法语打牌。首先我们从这个四大花名开始啊，就是黑桃啊、红心啊等等。黑桃的法语呢，就是pique 的意思呢，就是刺，哎哎，是 pique，好痛啊，是 pique。然后红心呢，红心呢是一个字 girl 啊，我们不说红心，因为心本来就是红的嘛，干嘛呢？有蓝色、紫色的嘛，girl，OK，pique girl。然后那个梅花呢，就是 trèfle，big girl trèfle，然后方块就是 gao，big 记住 big girl trèfle，trèfle，gao，big girl trèfle，gao，OK，来，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纸牌怎么叫。你们通常可能是用英文的纸牌打牌啊，所以呢，这个对，首先这个十到二呢就用法语数字 10, 9, 8, 7等等的，但是现在我想要这个说的就是，这个 A 啊、K 啊、Q 和 J，你们通常呢，其实会说英文，直接说英文，那么法语跟英文呢？说法，第一说法不一样，然后纸牌也会不一样啊。这个是英式纸牌，这个法式纸牌呢会这样子的啊。这个 A 不变还是个 A 字，我们说 unless，但是这个 RDV 就像一个约会，un rendezvous，RDV，un roi，就是 king，queen，jack，我们会说un roi 也是皇帝的意思，un roi，但是 une dame。不完全是一个皇后的意思，是一位女士。Okay, 然后un valet 就是一个仆人的意思，是一个仆人，就是一个对手下的人。所以法语呢应该是 un as、un roi、une dame、un valet。OK, un roi、un as、un roi、une dame、un valet。来，我们现在把这个花跟这个纸牌名放在一起。怎么说一个这个黑桃 A 啊，这个红心 K 等等，很简单，我们想要知道的，先知道是什么啊？它是一个 A，所以 anas the pique，anas the pique 就是一个黑桃 A，anas the pique，un roi de cœur，OK，un roi de cœur，une dame de trèfle，une dame de trèfle，un valet de carreau。OK 吗？懂吗？Un roi de pique, pardon, un as de pique, un roi de cœur, une dame de trèfle, une dame de pique, une dame de cœur, un valet de carreau, un valet de pique, un valet de... 啊，对，如果你们想要教一些外国人怎么打麻将啊，这个，因为我们那边不打麻将，我们玩的是纸牌。但是如果你们外国人来到你们想教他们，怎么打麻将呢？有个纸牌游戏叫 Le Rami 啊，那么英文叫 Rami，Rami 是法语，Rami 是英文，这跟那个麻将的规则打法差不多。所以如果他知道这个东西呢，可能就不会，不需要这么辛苦的解释这个麻将的玩法打法是什么。所以记住啊，今天呢，我教你的就是 Big Girl Trèfle Carreau，然后 un as un roi。Une dame, un valet. 好了，这次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À bientôt.